就算时间老去，就算物换星移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我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，哦，你留给我，哦，突然，你要结婚了，很突然吧？我自己也觉得很突然。也许这就是人家说的，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，所以我就遇到了。恭喜你啊！跟我说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师姐，其实我最希望的是，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再次拥有幸福的机会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你不要拒绝这种可能性好吗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现在真的挺好的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，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依靠。我知道你现在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，非常的难得和不容易，我最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你的幸福。千万不要以为时间还有很多，知道吗？可是，你真的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吗？一个人总好过跟不爱的人在一起吧。那倒是。而且，嘉诚其实他在等着我呢。说不定他在另一个时空在等着我呢。师姐，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我真的要担心了。不是说他在等你，我觉得你是在等他，你在等他跟你告别。是不是无论他给你托梦多少次，他都没有说过再见？是不是？你听我说，师姐，说不定他在等着你跟他说再见呢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你一定要尝试着去说出口。再见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聊我了，好不好？嘉诚。我好矛盾，我想要看见你，想你一直一直像现在这样出现在我身边。但是，一旦和你告别，如果你不再出现了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去哪里找你？到哪儿才能再见到你？故事在哪里开始的，就应该在哪里结束。又是四年过去了，你怎么样？听小贝说你的生活逐步恢复正轨了。所谓的正轨，不过就是生活最表面的样子，那种永远在踩空的感觉，我相信你可以懂。我懂啊，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都有伪装的时候，只要面对自己是真实的就好。
没有人可以彻底忘记他。那就让他刻骨铭心存在好了。我们要学会怎么跟过去的伤痛去相处，并带着他活着，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承认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在啊，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存在。嘉诚一定不希望我们忘掉他，可他更不希望是以折磨你自己的方式。可能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真正离开过。是谁说过可以让时间去改变我们的未来？4年前我自己说的。我没想到你还能记得。人越来越大就知道什么可以去努力，什么是自己左右不了的。是啊，和时间对抗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与其被他折磨，还不如乖乖地跟随他的步伐。没什么，今天我能够听你这么说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小姐 ，Hello， 妈妈。小姐 ，Good afternoon。Hi，Steve。在干嘛呀？啊 ，Steve 啊，在给妈妈做中餐呢。你看呀，做的这么好吃， yeah, look, 看看。I cook very good for your mom 、妈，你好幸福啊，天天有个大厨给你做饭。哪里啊，我也在做中餐的。哦 ，Steve， What? You know， 我每次都做中餐给你吃的。哦，包子，饺子。I like you very much。对对对。Steve， 你中文进步好快啊！你们身体怎么样？都还好吧？我们身体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自己可要注意，按时睡觉，按时吃饭哈，不要让妈妈再操心了。你身边我放了很多间谍哦。你放心吧，你身边的间谍都非常的称职。那你们快吃吧，菜都快凉了。行了，那就再见。啊，你自己多多照顾自己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哇，我们都好。拜拜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，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见了师姐，她特意来找我，有点什么心事要跟我聊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董事长，那个施总开会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没关系，我在这儿等他。嗯，好的，他应该很快结束了。一次飞机失事，让我忽然回到了10年前。曾经有一个和我非常相爱的爱人，我想要和他提前恋爱、结婚，我想要提前遇到他。易总，你找我。去智利？
去旅行？对啊。就是那架飞机，对吗？就是你跟我说过带你回来的那架飞机。对不对？既然被你提前看到了，本来其实想找一个特别的日子跟你道别的，那就今天吧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我的回来改变了太多的事情，原本该走的人现在活了下来，而原本该活着的人他却走了。所以如果这一次飞机没有出事，说不定我就可以回到原本嘉诚的身边。你以为你坐上了同一班飞机，你就可以见到嘉诚了吗？曾经我坐上那一班飞机，就是为了去智利见他。你为什么不肯放过自己？你现在活着，这才是最应该珍惜的。也许上一次是老天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是这一次你应该选择活着。你知道吗，易总？我想把一切都交给未知的安排。如果他不让我见到嘉诚，他不让我回去，那我就再继续麻木的活着。但如果他要我死，我也甘愿。不用跟我道别，时间，我永远不会和你说再见，永远不会。还记得我吗？我当然记得您，您是名人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哦，一佩，哦，不是，易总，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聊一下。格兰城。会开车吗？会。据说糖分有平复人类情绪的功能。尤其是颜色鲜艳的。真的吗？请到我身边来，让我照顾你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，绝对不会让你伤心难过。生日快乐。这是什么酒？这叫蛋糕酒。你骗谁啊？全世界都知道它叫 B52，还蛋糕酒。哎，先许愿。我之所以从来不过生日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许愿这件事情好傻。
易总，生日礼物我收到了，谢谢。等你回来之后，有空请你吃饭。哎，师姐，这支酒可是易总出差的时候扛回来的。石总，这是给董事长的，是下个月在智利召开的一个建筑展会的邀请函，酒店主办方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机票需要等董事长确定时间，我这边需要提前定一下行程，因为航班比较少，所以越早定越好。易总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，像这种小型的展会我去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不需要我定行程了吧？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办吧。好的，石总。易佩也是这次被邀请去参加建筑展会的，所以才会和我搭了同一班飞机。我不知是如何爱上你，也不知何时或何地。我的爱直接，没有复杂，也并不骄傲。我爱你，因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你刚刚念的那几句我都还没有读到呢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不到52个小时就一定能够读到了，到时候我也等到你了。闭上眼睛，手。哇，好精致，好可爱的小狐狸啊。我想跟你度过人生剩下的所有时光，每年每月每天每时每一分每一秒，就好比这枚戒指上的两颗心，它象征着我对你的真心。我想和你分享所有，直到时间都停止，直到生命都结束。嫁给我好吗？嫁给我好吗？
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。我是在网上读到一首好诗，很喜欢，所以特地过来找。我不知是何时爱上，也不知何时或何地。我的爱之间没有复杂，也并不骄傲。我爱你，因为我不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。Here's your blanket. Thank you. Are you done with that? Thank you. Congratulations. 谢谢。不过我还没有告诉嘉诚呢。嗯，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我是去出差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以为你把邀请函藏起来，他们就不会发电子邮件到我的邮箱吗？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巧合呢？你要去可以坐其他航班，为什么非要坐这一班？我好后悔告诉你这件事儿。我现在选择不相信你。你说你从未来回来，这才是对我开的天大的玩笑。算我求你好不好，易总，你下去，这是我最后的愿望，算是对我的成全。如果这真的是最后的时刻，和你在一起才是对我的成全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好多种可以阻止这班航班起飞的方法。你说如果我真的跑到机场告诉他们这架飞机这班航班他会出事情，他们会不会把我当疯子，或者说当一个不良分子抓起来？是很有可能他们重新检修了飞机，但是他们不会取消这班航班。我被抓起来了，你却飞走了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命运。如果真的是命运，那是最好的安排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拿着格兰城的资料来找我？那是第二次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司门口，我直呼你的大名易佩，问你还认不认识我。当时张凯都觉得我就是个疯子。那天其实就是10年前的今天，我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回到了大学宿舍。Dear passengers, we are now passing through a zone of turbulence. Please stay in your seats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s. Thank you.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s.
我会去找你，是因为我要确定在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是不是都回到了过去。所以说你是故意的，一直都瞒着我。我以为只要在这个时间点阻拦你坐上这趟飞机就会没事，但没想到你还是坐在了这个位置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师姐，答应我，如果飞机平安降落到圣地亚哥，你要开始自己新的人生，别再去想这十年的事情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。未来是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你要继续把它活完成。就算在这个休息室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，你也不会一眼就认出来我是叶嘉诚的太太。Thank you.
想告诉你，你给我的记忆像空气如影随世姐，你醒了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是穿越悲喜拥挤，醒来就好。时间都知道，你等等，我去叫医生。你的每一个问候是我们太年少，总要和他赛跑。这是梦吧？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是我们想知道结局是否如果再次相遇。恭喜啊，他的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好。好，谢谢你，别客气。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，我要时间都留给我。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，睡了这么久，嘉诚，梦到过我吗？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它很真实，也很残酷。我以为梦里都是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竟然还活着。已经昏迷了整整十个月了，你一定是梦到了很痛苦的事情，有几次你就躺在这里昏迷中一直在流泪，我想叫你却叫不醒。你是很痛，但美好的时间有时也是错误铸成的。没事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们的孩子呢？等一下，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帮我们保住了孩子。
叶太太，你们好。易总，好久不见，易总。我是回来复查的，能看到你醒来，真为你们开心。是，待会儿再不醒来，我就得去梦里找他了。听嘉诚说你会经常来看我。应该的，我们共同遭遇一劫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谢谢你，易总。走了，易总。这场漫长的梦境让我明白了，人生不存在假设，生活无法重来，珍惜眼前，活在当下。我们对爱的守护，对理想的坚持，时间都知道。让我亲吻你，我们的爱情。